如果不好走，脚不大好使嘞。我去，这种不太好使怎么办？就是我的人生里面有挖出温泉来，多少人有这种可以人生里面有自己挖出一个温泉来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不对。对啊，不用钻井，不用干嘛，我只要有个铲子，我就挖出温泉的。干嘛？就是那一直把沙铺开而已。对啊。公主里面的，看他人家过去，对啊，跑到人家家里去了，对啊，他就在我旁边。